手没抬，要求越来越高。你甚至想要跟我一起去帮妈妈报仇，你是不是也想让我死？你才甘心啊！冤冤相报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所以你那个时候，他希望你跟阿龙在一起，你喜欢阿龙吗？你曾经不喜欢，我曾经喜欢过他，可是我现在不喜欢。因为阿龙是兄弟，所以你不喜欢。我想要个安定的生活。对，那你现在有没有交男朋友？有，有一个男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德安。德安。德安。爸爸知道吗？我无可能同意恁做伙。是。我都无可能同意啦。为什么？都无可能同意，这为什么？总有原因嘛。我的原因就是无同意啦。哇，你无理由啊？没什么理由啦。好霸道哦。不是，我刚才看伊就袂顺眼啦，是变哪懂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想离家出走。我去德安的家里，你为什么找人去找他，还把他痛打一顿？那不是我，那不是讲我叫人甲拍，我是叫人去甲你请阿多回来。还不是一样？找不到人就打、啊，你没有大脑吗？你这样用打架的吗？你这样打他，你才甘愿吗？那是恁男朋友，恁这个朋友嘴臭，你知不？你嘴臭，你敢知？他不会，那是兄弟在讲的、欸，你有亲眼看到吗？我就是无看啊，啊，敢我拍？台人放火的代志，我也无咧做啊！哎，你是他大哥哎！像如果今天不是他要把他带回来，有需要这样吗？我只是叫他们把你带回来，这样子而已嘛。你跟德安相处多久？在一起多久？四五个月。四五个月，好。所以你觉得你跟他相处很快乐，跟德安很快乐，是不是？好，德安在你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来，国二。国二，来，请说来。他在我国二的升旗典礼上跟我表白。就是因为大家都怕你的身份跟我的身份，所以才没人敢跟我做朋友。他当了我好久朋友，他也追我真的很久，可是我真的觉得配不上他。是，直到妈妈离开，他一直陪到我身边，你知道吗？我难过，我哭的时候都是他在我身边，然后我才跟他交往。我无可能同意恁做伙啦，无同意就对了，无可能同意。哦，绝对无同意。伊嘛无到迄个价啦。啊，因为阿良自细汉就对你，跟你做伙安尼自细汉做伙大汉的，你当初你嘛讲你介意阿良。阿良嘛，真介意啊！我现在跟他就是男女朋友，我都不可能同意。所以我嘛要弄危险就对了，真不可能哦！不要想要拆散我们，你敢对他不理？我跟你拼命拼了没？啊！有一个噪音啦，你搞拼命好了，没有？这敢不是你做的糟践？可是我觉得值得，我觉得值得。什么叫值得？总比我在乱枪被打死好吧？你现在是被爱冲昏了头了，傻乎乎的了，你敢猜？好，你现在就来硬的啊！我就是不吃硬啊！你为什么要叫阿龙来追我？那是你甲我讲，你介意阿良呢？那是以前啊，我把他当初打。阿良嘛，袂歹啊。小比郭先生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哦，就是阿龙跟德安，你为什么觉得阿龙比较好？他们的比较在哪里？我无讲谁较好，我是讲因自细汉做迄大汉的，较早伊，阮查某囝嘛介意阿良。嗯。啊，我感觉介意阿良安尼就好啊，因为阿良自细汉我娶大汉。你不要我跟他，我不会跟他交往结婚，你放心。你要我跟他一起掌管事业，你不要疯了，你也不要想了。爸爸想跟你请教一下。其实我们也听过，也看过很多黑道大哥，而且是企业的那个老大，他们一般都很怕女儿或是家人去碰到这一块，甚至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去。阿里伯港内，你刚刚不硬要把他送进这个圈子，而且还非要跟黑道结合，原因是什么？你一定要他接棒的原因是什么？我无选择余地啊，我什么无选择？我哪有什么选择？没有儿子，我下摆老的就是拢给伊啊。哦，对我有什么选择？你现在啊，所以我叫伊，你给他评评理，我叫伊来接我的事业，有什么不对啦？好啊，我的成长，我的环境全部被你控制，我的未来也被你控制。那个不叫，那不是叫控制，那是在保护你。一样好不好？对不？在你眼里就只是保护，可在我眼里是控制。你是不是什么都要管？连我的婚姻你都要管呢？这就是天定注定好的，你注定就是我的。好，我凭什么？你知道？你凭什么？你江湖小，江湖就是安尼。社会事就是安尼嘛。好，不会答应。你有好大，你给他叫那个西音啊，给他叫出来。啊，就是讲德安，德安有来啊，德安有来啊，德安应该会，终于有来啊。我们先问一下，所以你一定要跟，就是说希望爸爸能够脱离黑道，你也希望能跟德安可能有机会能够结婚，不是可能，是一定，一定要结婚，所以一定要走到一个很正常平凡的家庭就对了，对，是不是？郭先生，你刚刚想哪？不可能代志啦。好，所以伊才十七岁尔，伊啥物拢唔捌，伊叫用骗伊尔。是，都你在讲的。好，感觉迄就是无可能。刚刚有无可能？可是我觉得可能啊。好，就是无可能啦，我无可能答应。是，伊无经过我的同意，就要跟你交往，伊凭什么？伊凭什么？伊凭什么啦？凭我喜欢他，
啊，这很重要，这很重要啊！一平，大家都讲了吧？这很重要啊！我给你讲，你现在17岁，你的年龄啊，思想不成熟。都是你在说的，我觉得成熟，我觉得够了，我想跟他结婚，不行吗？千万让我们把你爱把你的优惠啊，不可能啦！我不会后悔的，你放心。我嘛不介意啦。我告诉你，你敢动他，我会跟你断绝父女关系，我一定会断绝父女关系。试看看，我绝对不可能会接你的位置，绝对不会。你没有办法汲取当年妈妈的教训。你还要我跟阿龙结婚生子，然后接你的事业，你就去做你的黑道吧。阿龙，我这边不好。他当然不好，他是黑道，他跟你一样哎。你当初阿龙你介意，现在阿龙你不介意。我只把他当做大哥，那时候是我笨，我愚笨，我错了。好，我现在想要跟达安在一起。来，老大来，你把少年的心供起来，拜托。您当然卖，先卖港当。对啊，不要不要。我们要先讲一下哦，德安，哎，先欢迎德安来。好，德安。好斯文哦！哎，不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嘛？走开！你干嘛？现在录影，我跟你讲，你干嘛？喂，你能哎？干嘛？好好讲啦，不要不要，欢迎欢迎，答应呢。好，这位就德安来。后面一点呐，滚！凶公，哇塞！对，好凶。你在我想吗？啊，我在啊，我想。你阿伯啊？你在我阿伯呀？你知道我阿伯呀？你与龙的爸爸，我哪会不知道？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跟我走起？你现在是我家砍掉掉，什么意思？啊？你现在是安啦？老爸外？你男女朋友为什么不能牵在一起？你老爸外呀？啊？我跟他在一起，只要你是黑道，叫你自己选，你又不选。这个囡仔要创啥？你可以给我安逸的生活啊！你要羞怕？我给他安逸的生活啊！你要羞怕？羞怕？你老恁的厉害啦，恁要厉害着。黑道世家呢？你什么拢袂晓呀？亚都亚青也要，袂晓啊，拢袂晓，你还要创啥？我们可以给安妮的生活啊，我要跟他一起牵手过着平凡的生活。你凭什么呀？你凭什么呀？凭我，凭我爱伊，伊嘛爱我。你凭什么啦？德安，你凭什么？你敢讲吗？啊？你不要那么凶，我跟你说。我现在是别跟恁朋友讲话。我问看伊，现在在录影，麻烦你先坐一下好不好？小声一点，麻烦凶不凶啊？啊，我今麦在跟你讲话，没事。哎呦，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走开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幹嘛现在录影哦、喔。来，你说你们黑道是在讲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来，等一下来，大家刀子另画就画，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。刀子慢慢挡住，你挡住，囡仔就挡住啊！拜托来，哦来，你让我等。走开，走开，回去啦。你如果再一次推倒，我们就停止录影了，好不好？那个楼一样的魔艺术。卖了，卖了吧。为什么不录？为什么不录？他准备来卖。没有完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不要动啊！我们都要在也可以好生活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跟你讲，你卖讲话，你听无？你听无呀？他为什么？你给他点点啦！我尊重你，叫你给他点点啦！我尊重你哦。我叫你点点，你听有无？我们是相爱人，你要成全我们。你女儿，你女儿也希望你脱离黑道世家。我不可能答应，你听有无？我一定要嫁给他，我就一定要嫁给他。你有该困未无？有是安怎？你有爱困过无？有是安怎啦？啊，你有爱困过无？有是安怎？阿伯，你莫动手，莫动手。啊，你即马，你即马要甲我杀啊？莫动手，无我叫尽量莫动手，好不好？莫动手。你知影你要甲我杀，这个手我要断，你敢不知？试看看，我跟你拼命，是不信？你有没有看到你这个朋友什么德性啊？他什么德性？超凶！他什么德性啊？干嘛？干嘛？你们到底在干嘛？现在你们到底在干嘛？没，走开！好了，干嘛？不要动手了！是不是？你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不要动手！我是小姐，不准动！你们在干嘛？我刚老大的工程现在小。哦，小小。你们谁了？我来用。走开！你们在干嘛？你们。我跟他在一起。我在干嘛？你们。干嘛？形象丢！干嘛？谁了？你们在干嘛？走啊！就是放手。你们到底在干嘛？走开！放尊重一点好不好？放尊重一点。放尊重一点，你们到底在干嘛？好啊！好啊！好啊！来，大来，你叫你来小讲啊！囡仔个少年，讲一下啦，讲一下。好啊！你无经过我的同意，你敢去再困？我同意就好啦，为什么需要你同意？什么叫你同意就好了？是我的。现在已经什么时代了？什么叫什么时代啊？不要大人来管小孩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我们叫大人管小孩的事情啊！你给他点点，你去边啊！我们现在什么经过你在讲话啊？我们现在我们不讲话，不要啊！你有什么资格？你要跟我大声一下。因为我是雨龙的男朋友。他是我男朋友哎，为什么我不能承认？我跟你讲，我承认就好啦。我不承认，手给他放开哦。你知道我今天跟他上床，我就会负责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叫你手给他放开哦。我们就是相爱。你都不怕就对了。不怕啊。阿亮啊。
过阿亮。阿亮，阿亮冇来啊。哇塞！干嘛了？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。你搞什么了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打！你要打就打我，来试看看。你打，我给你打，试看看。不要打我，耍呀！你干嘛？你要打你就打我，走啊！你先打我啊！你先打我，再打他。来来看，我脸给你打，我脸不要给你打。你真正为了这，这个小心囡仔，啥物拢无爱插的。好好讲话啦！啊，你干什么？点赞嘛！干什么没礼貌？怎样啊？你确定你要跟他走？对。就凭你是黑道。好，就是你说的。阿良，阿伯是接我的亏啦。是。所以你嘛同款啦。我不要。这世人拢无可能改变。阿良这种流氓，有啥喜欢他？定手机啦！干什么？给啊！哎，走啊！阿龙，你干嘛你？你干嘛？我干什么？你要动手！你给我放手！冷静一点！你给我放手！冷静一点！你动干嘛？阿龙，动手！阿龙，干嘛？你在干什么？干嘛？阿龙，不要动！不要动手！不要动手！老大，你来做主一个好不好？哦，我就是爱两个字，爱两个字。不可能！我跟你说，不可能！好，我嘛不会。你要我怎么样，我都答应。当初他回答，他要当我的爱人，是，请对他说。我当初为了保护他，是，我被人家打得很惨。当时我受重伤的时候，他也跟在我身边。那是以前的，过了，都过了。当时我没有替你挡那一刀的话，死的是你。啊，挡一刀，还挡一刀？你当时在我身边跟我说什么？请说，说什么？他说他不要我再替他挡刀或挡枪，他要我。永远不会在一起。那都过了，我现在喜欢的是德兰，所以不要。你不是说你要做我的女人吗？那都过去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听不懂吗？那都过了，我现在就是要跟德兰在一起。我都不可能答应你两个做会。就是跟他在一起嘛。我不可能答应，你听我。好啊，那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，那我就跟你要在一起了吧。你为了这个高兴，要跟他断绝父女关系？哦。啊？对。你干嘛？你有给单吗？我觉得值得，至少我可以脱离黑道。我讲，你讲讲，伊虾米拢。你已经把什么都唔捌啦，他讲这什么都唔捌啦，你才什么都不懂。我跟你讲，你讲啥拢无效，反正我就是无懂。我们就一起接你爸的事业，照顾你爸爸。我不要。你别撞啊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什么？去哪里？你要干嘛？过去，过去，过去！放手！你要去哪里？雨桐，你放手啦！你不要再跟他在一起，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。好啊。吞出黑道，我就很开心。所以你离开我爸，离开黑社会，不要再做些有的没的。阿龙可以吗？有没有办法为了他这么做？可以退出黑道吗？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哎呦，放开啦！我告诉你，最好不要碰我，我警告你。你今天是不是不想让我跟德安走？我不要，是我都不可能答应你做伙，你听无晓？去哪里？你走开！又带来这个？怎么带来这个？你喜欢谁的项链？摔啊！你早摔破了。我只希望你跟我走。喜欢你，我真的很爱你。